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聊聊一对小夫妻。好，说到娱乐圈中的80后的模范夫妻档，那李小璐和贾乃亮呢，堪称是首位。在各大的这个公开场合，这两个人可是丝毫不顾及这个明星的身份，大秀甜蜜，生怕别人怀疑他们的伉俪情深啊。其实我觉得这小两口没事在一起腻歪也挺好的。对啊。但近日啊，据说这爱吃腥气的贾乃亮呢，却将这个干醋吃到哪儿了呢？《时光猎人》的剧组里边了，来看一下。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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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贾乃亮嘴里说着不介意没关系，但在他妈的时候看到自己老婆和大帅哥李威廉戏中甜蜜的样子，还是忍不住闹起脾气来。小鹿老师演技我早就领教过，但是你这么动情，为什么在婆婆妈妈里面亮，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飞醋啊？在当婆婆遇上妈里，李小璐这情动的可是连鼻涕都飞出来了。同为演员的贾乃亮虽然知道老婆李小璐跟大帅哥李威廉那些亲密镜头是纯属剧情需要，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在李威廉面前摆明自己的所有权。在贾乃亮探班李小璐拍戏的日子里，只要李小璐没在戏上，不管时间多短，贾乃亮总是要黏在李小璐身边。两人甜蜜忘我的境界，就连剧组工作人员都觉得是不是男主角换成贾乃亮会更好一些。在语言功底方面，跟贾老师毕竟普通话比较标准，贾老师来演的话，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情侣关系嘛。娱乐新天地，贾乃亮因为在乎所以吃醋吧。好，说到这个贾乃亮吃干醋，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李小璐来说，应该觉得心里很甜蜜吧？甜蜜对啊，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吗？是，没错，好羡煞旁人。